帮你拿那个之前的，就前面拍，要不然只有一季而已。你忘记了，你跟新人拍一下吗？你有吗？你也没有。你只有健保卡。那你的卡就行。两季多少？有吗？以后就拿那个小王卡哦，好不好？那个这样看身体，第三季下礼拜拿。加二嘛，一样。那谁？我两季加二，第三季。那你现在规定就是要满三季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阿勇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十年制的。他十年制有加二了。我帮两个加的。哦，对，都加。最好是自己扫，有公司就扫。十年制啊。因为我们一个礼拜才喝一次而已。好 ，OK。好 ，OK。我第三期证件有吗？有。那证件我们看一下啊。最好要来消费就把小黄卡带着了哦，好不好？我是下礼拜才来到。新竹。您说我那个身份证？现在是住这里吗？你现在住这里？来，坐着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三手机号码，手机号码。现在新的规定，好，对对对，难怪我们想说，我们之前不是两季，对不对？我只是会注记你会打第三季了。哦，对，开始要打。那你的证件我看过了，不是你的那个卡，我帮你卡。两季了，你小黄卡没在身上哈？没有，现在小黄卡在电话中，是吗？在那最好是那一下。好，收到。好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颜色我看一下，这不是326吗？他们的是326。我下来，身份证借我下。我在到。到。今天来，你今天就不能出来消费了。啊！我没有，我都是我会讲的。没有，新闻没看到，所以我不知道。